好，这件呢，当然我觉得穿套装是最好看的。首先告诉大家，这个松紧带啊，它是可以自己任由绑的，所以呢，它是大小这么大。好，那这件呢，它因为是图腾花，所以它刚好又是这种蓝灰色，所以没有什么内着的限制。上衣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呢，袖子完全不会紧。再来，它是非常舒服的雪纺，细致的雪纺，摸起来没有一颗一颗粗粗，它是细的。再来，有一点点微小小的公主蓬袖，看到了吗？很小很小一点点，但穿起来就是这么的气质逼人哦。好，后背的部分呢，它是走一个，你可以自己绑。你想要把它绑比较圆或是比较大领的话，你就自己按照你自己喜欢的缩放程度去绑。它够大件，来，它真的不小件，所以呢，这个 L 号的粉丝你完全可以很轻松的驾驭它。你看这个裤子多摇摆，而且呢，它的长度完全不会走光，就是很棒的一个非常凉感飘逸的一个长度，这样子呢就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好，我觉得两色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，你看你今天想要走什么风格，你就买什么颜色。我们来一点点微休闲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样子搭配也是非常好看的。好，有没有？这裤裙很好用，你要拿来搭小可爱素面的上衣等等 T 恤都可以。